无人在唱，每首歌各有各下场，能有缘令到知音拍掌，如能荣获全人重唱成就奖，歌手总会推下理想，绝唱仍留世间献唱，人人在听莲蓉在唱，每首歌看似最平常，如战场听到不去放枪，谁人在舞谁人在唱， Heal the world， 歌中看透世事无常，用舞乐连结起信仰，为何我缺席家居演唱绝响，我与路里开了一扇窗，等到夜深去摘星，当我想起你，生命流水永年已返回生气，钢铁里仍能在数分钟约会到你，风继续吹继续吹继续吹，醒我谁能忘记不羁风吹过，哪会停谁人说刹那光辉，谁人在听谁人在唱，每首歌各有个下场，能有缘令到知音拍掌，如能荣获全人重唱成就奖，歌手总会推下离场，绝唱仍留世间献唱，朋友里赞赏，慢煮沙慢煮沙幻想，这芳华绝唱劈开冰山掌，还你梅艳合侣这艳阳，世间上你始终最好，在珠片在激光下你是瑰宝，谁在唱唱遍流行乐国土，唱全情在唱，迷高峰见证了现场，如我们唱出歌手理想，全场在唱啦啦啦啦世代流行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。 Whistler 是什么？胡士托其實就是1969年8月的三日三夜的一個和平音樂節，因為當時美國打緊越戰，所以很多的年輕人發覺用音樂來去表達他們反戰的情緒。我最喜歡的唱歌的是呢，有萬國人為首啦，有紅梅復燕記啦。我們的胡士托是陳百強，我喜歡他作的旋律很好聽。我們的胡士托是張國榮，我見到他是一位永远都是先如己后如人的表演者。刘德华对我的意义就是勤力咯，我们都不会空肚吃早餐的。张学友对于我的意义是由小到大都听他唱的歌。郑秀文对于我的意义是他由94年开始一直陪住我到现在。如果你觉得陈奕迅是丧癫的话，罗文力其实是妖的。我们的胡士托是家驹。郭富城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Generation Lex， 有冇男朋友啊？其实你，有你有冇女朋友？其实，我嘅而家正事。许冠杰唱出年青人嘅心声，普罗大众嘅心声，同时令到粤语流行曲大行其道。我哋嘅胡士托系是我。
掂曬。Yeah!